大家好，我是老肖，我们现在在仙池汽车。今天呢，我们小尝试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还蛮吓客的哦，一个经验哦。有人说啊，我10000公里再保养就好啊，或者是说哦，其实我不保养也不会怎样啊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有一颗引擎哦，你长时间不保养，或者长时间在怠速的情况下，你的摇臂式打开之后，你知道你的引擎会长怎样吗？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各位有看到吗？你的引擎室里面都会有各种的积碳、油泥，全部都在上面。其实哦，保养它只是花小钱，如果你不保养的话，接下来就要花大钱。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一直到2020年的1月23号23:59，我们提供24小时赏车。只要你想赏车，事前预约，我们都会有小帮手为你服务。过年前想要买车的朋友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，赶快来找老肖。